婉儿已经十一岁了，纳尔和利尔可是十岁当剑徒，十五岁就成为黑带剑士。好了，夫人，您就别再说了。婉儿，赶快吃哦。城主夫人把筷子往桌上重重一摆。约特，就是你这样溺爱他，他才什么都学不会。婉儿，哈瓦节过后，妈来教你剑术。好了。城主夫人突然消了气。好，婉儿来吃这道，这是妈特别为你做的。乖，妈都是为你好。